家，这位是糖糖，住我们家楼下哦。这位帅哥，有对象了吗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有需要找我。哇，你们家好热闹哦，不像我家，就我自己。喝酒都没人碰杯。啊，对啊，马姐姐，糖糖一个人住，在找室友哦。真的吗？我弟他也在找房子。我 OK 啊，只是我有个坏习惯，我在家里不太喜欢穿衣服。你可以接受的话，我随时欢迎。太好了，我在家画画的时候也不爱穿衣服。画家，漫画而已。厉害啊！说实话，你好，糖糖。你家小欢这么多年不交女朋友，不会是那个吧？不会吧？虽然画面是很和谐的，我糖糖是我的。别瞎讲。怎么样？现在去看看。现在？现在？这么急啊？对。我弟应该只是男女关系还没开窍。爸，你确定？少儿不宜。我弟呢？糖糖。弟。你不是老头，我怎么看得到？立 TV 线上影视。